Yo, yo, yo. Hi, everyone. This is Grandpa speaking. This is my third time to open 3A box. This time, I will open the box of Cherry Bomb. Let's begin, shall we?各位一起玩三 A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马爷。这一次是马爷的第三弹，相信应该不会有第四弹啊。为什么不会有第四弹？It's a long story，我们下次再讲。好，那现在我先来开箱喽。在开箱的时候呢，先讲解一下好了。我之前有拍过第一弹跟第二弹的。第一弹是指挥官，双臂指挥官。那时候看是因为好像没有中文的开箱短片，所以那时候我就来开了。那第二弹就是后来幸运在网店买到的 YQ，那现在这一只就是第三弹了，就是 Cherry Bomb，樱桃效应。好，我准备要来开箱喽。前面两弹实在是因为我怕有点冷啊，所以前面都配上音乐。那这一次就原汁原味的呈现，我就没有配上音乐了，因为之前的音乐都盖过我的解说了。好，我们已经开了，那现在看到的就是3A 的 Ash 的油画的涂鸦，哇，这次的盒子真的是非常棒。哇，这是格纹的 bump，旁边没有任何的东西，上面有写一个 fucking robot island。好，那我们准备来开箱了。OK，稍等我一下。开箱完成了，那我们来看一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呢？哇，里面有一张海报，真点。好像有反光哦，没关系，我等下再打开。好的，那盒子我们先放旁边。里面有一张非常正点的海报。可是实在是很不喜欢3A，每次海报都这样折了，啊，没办法，这是他们的惯例。后面竟然是 Rocha 的故事，啊，这是之前说要送的那张海报，还有樱桃小影的故事。好，有收到的朋友，请自己看喽。
我们就要准备开箱喽。似乎不是这么的好站呢，我得跟他对抗非常久，稍等我一下。OK。终于镇定了，真是非常美的美腿呀、啊！这一次所附赠的骷髅头是有点偏红色的，跟之前的骷髅头颜色是不一样的。我们来比较一下，这样一看就可以知道颜色不一样。然后这次是他所附赠的背包，之前我们看到的图，他的扣环，哎呦，差一点掉了。之前的扣环呢是黑色的。可是它后面修改成白色的，然后同样的也附了一只拳头的手，可以让你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Cherry Bomb 樱桃效应。看一下他的头，还是把它放在桌上好了。感觉我好像很忙啊。哎，这次的颜色我真的还蛮喜欢的，而且做得非常的精彩。不过它的膝盖部分大概有修过了，跟之前的图不太一样。这次的颜色真的非常的好看，我们来看一下侧边，它的身材没有 TQ 的那么丰满。可是也是凹凸有致，这次的配色真的非常正点，哇哦，哇，背影杀手，我的妈呀！我们来比较一下其他只的 TQ。不是 TQ， 是效应。大一效应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，他是要掉几次了？正所谓一山容不下二虎，难怪他们两个会这样子掉来掉去的。我的妈呀！还有另外一只小影哦，啊，
这下终于也是衬衫了，三个配色，我的天哪！3A 就是在这里可怕。好，这就是今天马爷的第三弹。Cherry bomb，Thank you everyone. See you next time. Right? Bye bye.